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呼妈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第26回的迪士尼娃娃屋。那这一次的附录在这里。这一次要做《冰雪奇缘》房间跟米奇房间的门板，不知道会不会很难做。然后这一次的附录是这两个。灰姑娘房间的两个小装饰，这一次给的小装饰也一样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制作门板吧。这一次要看着说明书一起做，很怕跟玄关的时候一样，做很久做不起来。哎呦，
期我们的作业就到这里结束咯。上面的部分因为它还没有上粘着剂，所以还是可以拆下来的。到目前为止这个门好像还没有很难做，但是它还有一些材料要留到下次才做，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就是大魔王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期会给的东西吧。下一期还是一样继续做米奇房间跟冰雪奇缘房间的门板，然后会给一个新的地板了。接下来要开始盖地下室的样子，原来不是往二楼盖，是往楼下盖。然后他会给的家具是这三样，美女与野兽的三样小道具。感觉这个椅子一定会超美，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杂志吧。今天我们的动画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